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玩乐学堂 ，Hello， 小朋友们，欢迎来到玩乐学堂，我是晶晶姐姐。今天是佩奇的生日，所以我们一起去他的家里看看大家是怎样玩的过生日的吧。Let's go！ 小斑马和小羊都在荡秋千啦，猪爸爸和猪妈妈开着车过来啦。猪爸爸下车，邀请大家去家里玩。猪妈妈也下车，佩奇今天生日，快上车吧。好的，小斑马先下来，小羊也跟着下来了。他们两个都坐上了我们的车车。哇哦，到家啦！斑马先下车吧，小羊也乖乖的下车。妈妈下车得给他们开门呢。猪爸爸去停车喽，打开佩奇家的门。哇，原来佩奇家有四层，门口还有一片大草坪。宝贝们，帮我搬一些家具过来吧。没问题。斑马说他也可以来帮忙。嘿，嘿，哎呦，哦，小羊搬了电视机过来，放到客厅里。哇，大力士小羊又帮佩奇来把床搬到卧室里。哇哦，你们两个好棒啊！乔治就搬着他的玩具箱来到了顶楼，乔治开始玩了。猪爸爸赶快过来看电视。猪妈妈得准备中午饭了，得做点好吃的给我们佩奇。小斑马要过来洗手，两只手都要洗干净哦。小羊也来，左手和右手洗干净啦。佩奇要休息一下。孩子们，快下来吃饭喽！小羊和斑马赶快就跑了过来。呵呵，乔治坐在这里。哎，凳子上怎么没有人呢？哇塞，佩奇换了生日的礼服，好漂亮啊！你看，还有小皇冠。我们来给你唱生日歌吧。我们先来起头吧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佩奇，快来把面吃了，好香啊。哎呀，吃完饭得赶紧去上课啦。佩奇先上车，乔治也赶紧上车。到学校啦，乔治快去啊。佩奇，你得跑到教室了。这就是我们美丽的教室，先来把黑板放上去吧。接下来把课桌放在中间，还有我们的椅子。乔治先坐到椅子上，姐姐佩奇坐在乔治旁边。羚羊老师要来给他们上课啦。下课以后，佩奇就来踩泥坑啦。乔治当然也喜欢踩泥坑喽。
他的好朋友苏伊和苏西都来啦，来荡秋千吧，佩奇快来！啦啦啦啦啦啦啦！哇，佩奇这一天一定过得很开心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想对佩奇说点什么呢？记得留言告诉我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